明生老师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创意冷烫收纳盒。我们的作品名称为天才滚滚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检定能够方便收纳卷子及方便操作。如果冷烫卷子频繁掉落，会使操作上非常消耗时间及体力，以至于我们还要蹲下捡起。若滚太远，又得找卷子，也会有卫生的问题，这才让我们想制作出一款能符合学生及美发从业人员在这方面收纳能快速有效率，也顺利减少卫生问题与掉卷次数。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盒子内部的构造。首先是我们的沟槽设计，是为了减脂防止滑出桌面，没有把它做成实心，是为了方便拿取。我们的盒子内部构造为 Z 字形斜坡，角度跟公分数有精心的测量与策划过，才能让卷子顺利的滚动。再来是我们顶部盖子的部分，我们做了移动式的盖子，并选择了磁铁吸附，防止盖子掉落。比较贴心的地方是我们底部的部分，还加装了防滑垫，防止盒子移动。再来是我们的作品，有分为三种不同的尺寸。第一个尺寸为蓝色卷子的尺寸。第二个为绿色卷子的尺寸。第三个为粉紫色卷子的尺寸。其实制作完这次的成品之后，我们觉得作品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像是盒子的空间及公分数，卷子偶尔会因为空间及距离的关系而导致卷子不易滚动，加上冷烫卷子本身就有摩擦力，这样在盒子内部滚动就很容易因为摩擦力而导致卷子卡在盒子里面。我们这部分正在尝试改善缺失让卷子不易滚下来的方法，希望未来也能够在业界连用到我们研发的创作，让更多的美发从业人员能够掌握卷子的数量、颜色及方便取出，不易滑落，执行一下。我们的介绍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